啊，所以其实公司很多事情都已经约定俗成了。那对嘛？好，那就麻烦我们的特助，相信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这一次的工作上。嗯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你妈让我们相遇的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让我成为你的依靠，帮我保护你。走吧。